心法。
阿弥陀佛，小施主，拿他走。老衲乃是小须弥山之主，法号灵吉，也是这鼠药的看管之人。真假？大圣陨后，六根不灭，散落到了世间。这贼鼠私下寻得其中一根，因自身修为有限，难以炼化，于是生了歹心。 我不慎中了他暗算，连头颅也被他一并割去，做了存放根器、修炼邪法的容器，连带黄风岭再次生灵涂炭，我知罪也。此番重回大道，全赖施主智勇无双。 这世上，应只有施主一人，有资格保全此物。我刚需要感到赞金。来吧，替我收好它。 施主有心啊，我不对，应该说。 妈，他这个真的鸟心啊！<音><音> 做得不错，方面很用心，我觉得几靓喎呢啲动画。 原本系一个宝物，咩啊？ 点解杀我全家？冇阴功。 原本是温馨故事，变成这样了。
下了。这什么情形？这就一怪了。人也，兽也，佛也，妖也。众生自有根器，持优劣为次第，可乱来不得。你说对吗？那很正经。孙悟空，那第二面，或者是第二位这个 boss， 你风沙里走了这一遭，可曾寻到天尽头的古国？又可曾撞上虎昌坠崖，石头打架？只怕你聋了耳，又乱了心。越是贪图完满，越是搜不干净。鼠与虎都一样，没天命又不认命。小猴子，你听，那风里传来的都是求而不得的声音。是吗？我的新神器阿根努刚说我开心。那我说刚刚打那个真的是很难打，很刚好把他打死，叽里叽里的。这样铲雪舔刀这样的战斗是蛮有趣，我都承认吧。妈蛋，一次就好。之后为我练的，很明显这边就是跳过一些怪去打这个，这个是越级打怪，之后就会比较少。下位风姐。咁啊，真系好险胜，今日几爽嘅，有成就感。但之后就比较少啦，之后就比较少这样，再看情况吧。然后原来这些是类似 walk line 这样选一个，刺客有一个，原来是这样。全身后增加攻击力吧，这个更加常用。常用。话说刚刚那个故事虽然很精彩，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他特意把那个狐狸杀掉了，好可惜。这样，今天就玩到这边。不过再看一下这个，稍微分解。第三位夜深白露，这边是石像的角度，不是